一个空坟墓，一群亲眼看见耶稣复活升天的门徒，在以色列留下的历史凭证，圣经中预言耶稣再来时的末世景象，都提醒信徒尽快把救赎人类生命的福音传开，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带来永生的信仰，值得你和我等待的永恒盼望。以色列耶路撒冷有一个叫花园冢的地方，不少人都认为这个就是耶稣被埋葬和复活的地方。原因是这里有个小山丘，外形酷似骷髅头骨，相传就是圣经所说的各个他。而在山边一个清静的花园里，发现了一个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坟墓，里边只埋葬过一个人。坟墓前边有一道滚石的凹槽，滚石虽然已经不见了，但是可以引证曾经有滚石挡住墓门，跟圣经记载的十分相似。诶，为什么有人说那个圣墓堂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最后一站，他被埋在那里，又有人说在那个叫花园中耶稣又曾经被埋在这里，后来不见了，升天了，这种说法，那对的，究竟埋在哪里呢？其实根据历史考证，两个地方都有可能性，但不管是圣墓堂还是花园冢，这都不是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为世人的罪而去受死。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，但是后来复活了，后来更升天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所以复活和升天在四福音书中记载的非常清楚，例如在路加福音24章，说到当时有一个妇女叫莫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几个妇女，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特别来到这里埋葬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好像这个墓洞埋葬的地方。本来这个墓洞门口呢有块石头堵住的，但是被推开了，当时这群妇女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进去看看，就看见耶稣的遗体不见了，只留下什么呢？包着耶稣那块裹尸布就留在那里。他们都不太明白，心里很害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看见两个发光的人就对他们说话，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？你们所信的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在这里，后人特别在门上写了一句很著名的话，你拉出来看看，把门拉出来就看得见了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以前不是门，是用块石头堵住的。对了，现在后来的有人呢，把这句金句放在门上， He is not here, for he is risen。 没错了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，已经复活了。根据圣经说，耶稣复活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对不同的人显现，有40天之久，而且吩咐他们把复活的好消息告诉全世界的人，目的是告诉大家人生有希望，人生有盼望。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，人生最后的归宿呢，不是坟墓，而是永恒的生命。根据圣经记载，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向妇女和门徒显现，更有一次超过500人同时目睹复活的耶稣基督。有一次，耶稣就在加利利湖向他几个做渔夫的门徒显现，而其中一个就是彼得。耶稣就站在这里，看见门徒就问，你们打到鱼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整夜都打不到鱼。耶稣就说，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吧。你想一下，一个有经验的渔夫啊，被一个不懂的人大声叫，教他打鱼，踩你才怪呢。但是竟然这群门徒听他说的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结果网住了153条鱼，多得连网都快破了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对彼得说，是主。
那当时彼得呢，突然醒觉了，哇，是主耶稣，立刻跳到海里走上岸。耶稣很关心他们，对他们呢这是体贴入微。他说，彼得，你们吃早饭了吗？你们肚子饿吗？耶稣说，这里有鱼有饼，你们一起来吃吧。哇，多令人感动啊。当他们一起吃饭，突然耶稣问他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圣经提到这些呢，我相信是指友情、团契、饮食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被他这么一问呢，就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又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问他三次了，没错了。是不是因为彼得不认耶稣，鸡鸣之前不认耶稣，又是三次？其实耶稣要他肯定，因为耶稣跟着说，你牧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小羊，原把责任交给了彼得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做信徒的一定要再一次的反省，究竟我们爱主有多深呢？加利利湖边1933年修建的彼得受职堂，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。在彼得受职堂里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，名为基督之桌。相传耶稣复活之后，就是在这里跟门徒一起吃早餐。相传呢，就是这块石头，是当年耶稣和门徒们吃早餐的地方。石头呢，现在被人摸到滑滑的。记得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问了三次。接着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实在是能让我们有一个警惕。圣经说，耶稣向使徒显现，并且讲论神国的事，有40天之久，然后才升到天上。坐落在橄榄山顶的耶稣升天堂，就是纪念这件事。不过，原来的建筑在公元614年已经被波斯人破坏了。这座八角形的小教堂是在12世纪时由十字军重建的。自从13世纪十字军战败离开圣地之后，教堂就一直在穆斯林管辖之下，直到今天。在小教堂里的地面上有一块带有脚印的石头，被石块围起来。相传当年耶稣就是踏着这块石头被云彩接走升天的。哇，牧师，这里有很大的震撼啊。哇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耶稣升天的地点是吗？没错了，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你知道吗？他向信徒说大使命。没错了，他当时这么说，圣经记载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就是大使命。他说完之后，他就再吩咐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。然后呢，有一朵云彩把它接了上去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升天的。牧师啊，我现在跟着你一起去传福音啊，做见证啊，是不是也算是遵照耶稣那时颁布的大使命呢？没错了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包括两件事，就是你要宣教去布道，第二是要教导人遵守耶稣的道。所以耶稣答应了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他就天天和我们同在。哎，所以呢，我每次去到分享完了之后，我看到那些会众真愿意接受信耶稣受洗，很高兴的。对了，我真的很高兴，因为我正在介绍一样我亲身经历到的一个生命的价值给大家，而他们也愿意接受，真的很高兴的。
没错，你知不知道当时的门徒在哪里洗礼的？不知道。我们带你去看看。在哪里？约旦河。波波，哎，李牧师真的很幸福啊！看着这里的景象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约旦河，耶稣基督曾经在约旦河受洗的。虽然这个地点呢，不是当年耶稣基督受洗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每年都有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，受洗或者受浸，因为他们想感受一下当年耶稣基督所感受的。你知不知道？每年有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受洗或者受浸呢？起码都有几千人吧。不止啊，其实你怎么猜都猜不到，应该是50万人。啊，这么多，怎么现在一个人都看不到？因为现在冬天嘛，就人少一点了，或者过一会儿会多一点人。夏天呢，这是人山人海的。当年耶稣的门徒传福音，绝对比我们今天更积极。昔日在这一座马可楼里，当耶稣升天十日之后，门徒在这里聚集，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得着能力，大胆站起来宣讲耶稣的福音。有一次，甚至有3000人相信并接受洗礼。但是福音传得越快，使徒遭遇的逼迫就越大，不少人被拉去坐牢，而该撒利亚就是保罗坐过牢的地方。该撒利亚是一座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古城，当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，由大希律王所建。这里有很多当年十字军时代的城堡遗址，而根据圣经记载，这里也留下了很多使徒的足迹和他们为主受苦的血泪史。哇，真的是对着大海哦！原来大家说冰虚的场面就是这样了，当观众可以这样子，哇，很震撼啊。谭牧师，罗马书，哇，在这里看圣经好应景哦。来到该撒利亚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地方读保罗书信，特别有感觉，因为当年使徒保罗为了传扬真理而被捉拿，在这里坐过牢。但是像保罗那样会坐牢的，你不怕吗？坐牢我就不怕，但是我怕自己学不到使徒保罗那样伟大，被人鞭打追杀也愿意传扬福音。你看，你们做牧师也说是做不到，我们普通基督徒就更没有办法做得到了。不要这样说，其实呢，传福音不只是保罗牧师的责任，其实你们平信徒都有责任的。你们应该在不同的岗位上来见证主耶稣。没错，所以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向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牧师啊，近年呢有很多报道说世界末日，说的真的一样。牧师怎么样去看这种预兆，能相信真假吗？那在耶稣的时代呢，门徒也问过他，末日有什么预兆啊？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。在那么久之前，门徒已经问了。没错。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不如这样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叫伯山的地方，到时候再告诉你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走了，走了。伯山古城是罗马时期当时10城区之中最重要的城市，不过后来被一场强烈的地震夷为平地，直到1986年才被挖掘出来。虽然到目前为止这座古城只有1/10重见天日，但还是能看见当时的房屋、商店、街道、庙宇，
剧场、浴场等建筑。一条曾经车水马龙的主干道是用纯大理石的马赛克镶嵌的，两侧的石柱上有精美雕刻，让人赞叹当时博商城的繁华。城中还有一个半圆形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场，虽然毫无扩音设施，但声音效果之好，令人啧啧称奇。但是当年的辉煌，一切荣华富贵全都已经灰飞烟灭了。汤姆斯伯伯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可以看见一片颓垣败瓦。这个地方呢是当年希腊底加波利十个城市当中最重要的城市，一次的地震就变成这样了。前面的山呢叫做博山城。牧师，您在说世界末日的预兆，跟这个地方有什么关联呢？那对了，你看看这个城市呢，本来以前非常繁荣，非常美丽的，但是一次的地震就变成这样。这个呢，跟圣经的预言有关系。圣经预言，将来末日之前，都是有天灾、地震、瘟疫等等的事情发生，这就是末日的开始。咦，最近真的新闻也确实多了这些天灾人祸，四川大地震，日本的海啸，印尼也有海啸，就连我住的马来西亚和槟城也有海啸，我有朋友的家庭也受影响了。那其实除了海啸，在欧洲国家我们看见反常的天气，有大风雪大水灾根据新闻统计，在2012年五级以上的大地震呢，有760次那么多，短短几分钟或者是30-40秒，足以让很多人失去宝贵的生命，并且带来了很多国家财务的损失、家毁人亡等等。牧师啊，那表示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。比这些更重要的是，圣经预言将会有异端邪说。正如圣经说，他们迷惑很多人，他们呢是要装作先知的模样进行迷惑人，做了很多迷惑人的事，使得连基督徒也会上当了。就算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冷漠，其实都也是一种这样的先兆来的，是吗？对啊，所以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而失去信心，不要失去爱心，相反呢，要忍耐到底，就必然得救。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要做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，等候主再来。那大家都需要，真需要警醒啊，祷告啦，求天父的智慧来分清楚哪一些是假先知啊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战争。其实圣经有预言，将来在末后的时候有一场真正的战争。圣经预言这场战争呢，将会叫做哈米吉多顿的战役。这里是以色列的米吉多，是历史上的古战场，这一带曾经发生过200多场战役。米吉多的希伯来文意思是集合地点或军队的结集，哈就是山的意思。圣经说在末世将会有一场最后的战争，称为哈米吉多顿大战，不过意思不一定只是在米吉多的山岭上发生，而是用来代表最后一场毁灭世界的灾难性战争，之后耶稣就会回来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橄榄山，这里呢是犹太人的坟场。这些石头呢，坟墓上那么多石头，这是他们的习俗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扫墓是要用鲜花或者是祭品，他们就放石头上去，就这样呢，其实它是代表对死者的尊敬，石头越多就表示越尊敬的。哦，这里作为坟场的位置啊，能看见全城哦。但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重要，
很宝贵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八座门，其中七座是打开的，只有一座门没开，就是前面的金门，是凸了出来的地方。没错了，金门是关着的。他们相信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呢，会降临在橄榄山，而且呢，弥赛亚将会从金门进城，埋在这里的人会首先最早的看见弥赛亚最先复活，这是优先座。没错了。犹太人相信，当他们等待的弥赛亚降临，他们都可以得到复活。但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一早就宣告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是世人的救主。只要我们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。在末日，耶稣会再来，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可以活在永恒的国度之中。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呢？无论是错对，为何人一生会淌泪，孤单里喧声里，亲爱没法永相对。美丽是捆绑，换来是空虚换力丧，那天真正快有爱，窄路换上康庄。神当天完全牺牲，他深爱着你，曾答应从临掌管世界是末期。谁终生时常警醒，必亲眼看见转机，神能让世界大家收看恩语之声。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，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3106-4444，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。